我要用暗河内功控制韩咒。师父，暗河心法和你的内功相悖，你这么做是害了你自己。相克亦相生，这么做，半年之内我还可以恢复七成内功，而韩咒也会被困在我体内，不会反噬。可是半年之后，暗河心法和韩咒会一同反噬。 都救不了你，师父，不可以啊！我有办法。师妹，快说。他们一直都在提防着玉师兄，但是姬师兄，你可以靠近他们，所以我想，你可以回到山庄，跟着钟离无泪堂主一起，拥护一浪成为庄主。 这世界很酷。